本局上午10:13哦，接获一起哦自小客车哦自撞的事故。而到达现场之后，发现现场有五名患者哦，其中三名已明显欧卡哦，那其中两名纷飞于车外，其他三名受困于车内哦。那分别为三名男性哦，两名的女性哦。那现场欧卡的是为两名女性及一名男性哦。那现场因为卡在树与树之间哦，那现场卡的比较深，所以我们动员了特搜大队破坏器材车共计两台哦，救护车共计六台，共计25名消防员哦，至现场进行救援哦，于约12点多哦，顺利将所有人员哦都脱困救出哦，分别送往慈济哦、门诺及805医院。